民进党当局呢置台湾同胞的福祉于不顾，肆意的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，花费巨资高价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，正在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，以武拒统死路一条，以美谋独必遭失败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坚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。